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弟家。咱们今晚研究研究吃点啥？这是我今天买了一点板栗，这个板栗是河北产的，据说是啊，挺新鲜的一个板栗。咱们再化点肉，咱们把它来做一个板栗烧肉，这个应该不错啊。行，咱们研究研究，给它做一下吧。行，首先咱们把板栗给它处理一下。1斤板栗啊，1斤板栗。咱们先给它切一下，切个小口。火还不太好切，我去。这个皮怎么去呀？皮，就这样，把它先切个小口。就切了个小口啊。对，切个小口。等会儿咱们给它煮一煮，煮完之后它就好去了。你要是再靠近边儿点，这一半都切没了。说话哪有那么恐怖？要不然等会儿你不好包，你必须得给它切透了。你把锅给我刷一下呗。好，烧点热水吗？还是对，凉水下锅煮？凉水吧，把锅刷一下就行。凉水下锅煮就行。每个咱都给它切点小缺口，切点小缺口。小缺口，等我煮完之后啊，得包。看，挺新鲜，看了吗？还挺新鲜，特别嫩呢。行了，咱们现在把这板栗给它放进去，板栗给它放进去，放点水，咱们现在给它煮一煮。板栗煮完之后啊，去皮会容易一些。开火，大火给它烧开。接下来咱给来点肉，刚化点肉啊，咱们把这肉给它洗一洗。等会给它烧板栗，这个肉烧板栗肯定蛮香的。嚯，这个肉有点肥了，明天去市场再买一点。行，这点应该够了，这得有个小1斤的这点。咱们趁着那个煮板栗的功夫啊，咱们把这个肉啊给它切一下。咱把这肉给它切一下，哇，这肉有点大呀，咱们给它稍微切小点。哇，这个刀爷磨得可真是快呀！咱们给它切小块啊，这个肉。稍微给它切小一点。行，可以，像这样就行了。再来点姜，放一点配料。咱们呢，切一点姜，再放一点辣椒，这种干辣椒可以稍微来个两三个吧，来三个得了，来三个干辣椒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哇，快开了，再煮一会儿。现在已经彻底开上来了，看了吗？已经彻底开上来了。现在咱们给它倒出来，行，咱来个盆儿，咱给那粘汤带水先倒进来。行了，接下来咱们这个锅里面再烧点水，咱把这个肉啊给它焯一下水。这点肉的话，咱们再给它焯一下水。再给它煮开，放两片姜，开火，咱们的肉啊给它煮开了。行了，现在咱们趁热给它包一个看看好不好包啊。咱们给它捞一个起来，我觉得趁热包应该还可以啊。哇，好烫啊，这个真是够烫啊。
我去，看了吗？还可以啊，给它撕下来。好烫，就是有点烫。哎呦我去！咱们给它这个鼻子，给它一块给它撕下来。这是有虫的吗？给它稍微看看。啊，没事，中间还是好的。它的外表面上可能是有点坏啊。看到吗？像这样，咱包的还算完整吧，还可以啊。来，再包一个，你看，这样很完整的，看了吗？很完整，挺成功的吧？可以吧？晶莹通体。哇，这个肉也摊上来了，咱把这个肉啊给它捞上来，捞上来给它稍微冲一冲啊。哇，关火，咱把这肉给它捞上来。看了吗？这点应该够了。咱们来点温水，给那肉给它洗一洗啊。行，完美。行了，咱开火，给锅给它烧干。烧干之后，咱们先把栗子给它炒一下啊。行，烧干了，咱们搁点油。哇，这栗子可真不小，还挺油润。咱把栗子给它炒几分钟，炒几分钟的话，它增加油量，而且等我直接给它煮的时候，它也不容易碎。咱们给它炒，炒一会儿口感也会好很多，也会好很多。行，像这样差不多了，咱们给它捞出来，把油放里面，把它栗子给它捞出来。行，看了吗？还不错啊，挺油亮的这玩意。行，继续咱们开火。咱们开火的话，放一点姜和辣椒给它煸一下，然后咱们把这个焯好水的肉给它放一下。开大火炒，放一点料酒，稍微加一点老抽，可以稍微来点醋啊。哇，还蛮香的这个。颜色稍微有点浅，我感觉再加一点老抽。这个肉一定要给它炒好了，肉一定要给它多炒一会儿，这个很关键。
咱们炒差不多之后加水。大火给它烧开，行了，感觉水开了，哇，水已经开上来，开上来之后咱们转小火，咱们小火给它炖个20分钟，稍微搁点盐，行，咱们转小火，小火给它炖20分钟，咱先把这肉给它炖的差不多，行，现在已经炖了有10几分钟了，咱们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水已经下去不少了，咱们现在把栗子给它下进去，咱们把栗子放进去跟它一块煮一煮，这个栗子也不要下得太晚了，稍微这样就可以，咱火稍微再小一点，咱们给它煮5分钟。哇，这个基本上干了，这个水干了，今晚这个栗子好吃啊，这个栗子绝对香，看着就不错啊，行，像这样咱们就可基本上可以出锅了。来，最后咱们再撒上一点香菜，嚯，咱们搁上一点香菜提提鲜，行，接下来咱们来找个盘子给它盛出来，咱们来个小盘子给它盛出来就行了，关火，这栗子绝对好吃，板栗烧肉啊，味道不错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香啊，这个行了，咱们来迫切的尝一尝啊，看看这个栗子怎么样，感觉很香啊，这个，哎，好吃，这栗子不错，再来个大吧，哎，这栗子不错，好香，看里面，金黄，好软。应该说好面呢，这个栗子特别面。行了，栗子吃完了，咱们再尝一下这个，这肉怎么样？这肉也很软。媳妇，尝尝栗子不？哦，这个。尝尝栗子不？哦，想吃个肉。你看栗子不错，这栗子绝对好吃。尝尝。不错吧？上甜上甜的，那必须的，好香，打个肉串，不错吧，打个分儿，99，我去，太高估了，行，还有一分需要努力，是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好吃吧，好吃好吃，好，行，等给孩子吃吃，给孩子吃点，好的好的，行，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